好，两位小朋友好。这一节呢，我们要上的是六月八号星期二第三节的第一课。好，安尼呢，咱等下正式上课的时阵是要上100页到107页。啊，毋过呢，咱即卖先来甲即个第五课的课文来复习一下，好，动物的脚来。动物大部分拢有脚，换恁。好，过来，因为有脚，因会当收水，因会当刷胃，换恁。因会当刷胃，土食、找伴、收水，也是爬树啊，换恁。土食、找伴、收水，也是爬树啊。过来。亲像讲，好的脚行路无声，来，鸭的脚底会使飞水、呛水蜜去掠鱼啊，看恁。好，脚底飞水、呛水蜜吼，过来。猫型的脚会当压竹仔来食，甲抱囡仔笑。抱囝来上，吼，搁一摆哦。猫型的脚会当压竹仔来食，甲抱囝来上，换恁。上趣味的是夜白声，来换恁。伊有一支真特别的大公脚，来。用来顶威风，甲人吓惊。予恁拄着危险的时，来，伊会甲大公脚弹的做伊酸。后日啊，会阁发一支同款的脚来。你想，咱人的脚来，除了走路，阁会当创啥物呢？来，即拢讲过啊，咱就无爱来复习啦。吼，咱到吼100页，咱顶届上到遮嘛，吼，来念一届来。花花园，花园种花。花，花园。花园种花，好，换恁来。好，花，花团，花团起花，听一解。花，花团，花团起花，换恁。好，火车来，听一解。火，火车，火车再会，换恁。火，火车，火车再会，好来发，发。发过，发过大发。好，我恁发。好，然后来，肉掌包肉，听一解。肉掌包肉。好，我恁。好，油来听一解。油罐底油。我恁。二等专利。好，我恁二等专利。来，直线真直。好，我恁直线真直。好，来给它框起来，好。大自然有真济动物，因拢有无共款的本领。听 CD， 甲听到的动物讲起来，佮家己讲看卖，因的本领是虾米？好，所以咧，恁即马爱传恁的 MB 出来，哈，佮有遐有人讲复大，哦，七大，橡皮擦，还有户外也有，也有人说户外都可以，好。
那铅笔、橡皮擦准备好。好，所以呢，等下呢，你甲听到的动物考起来，啊，等下，搁爱讲看卖，因的迄本领是啥物？好，开始哦。熊的腰啊真耐，所以伊才会当爬树啊。高山啊的手真长，搁有力，会当伫树拿啊海来海去。好，恁听到几个？好，搁听一解哦。熊的腰啊真耐，所以伊才会当爬树啊。高山啊的手真长，搁有力，会当伫树拿啊海来海去。好，安尼。就是有两个，你唔知影写对无吼？熊对无？伊讲着熊，熊的腰啊，吼，伊就是爪子就来的。吼，搁有在高山嘛，就是小猴子啦。好，伊的手就有力嘞，会使伫个这树拿啊，害来害去，对无？好，手很有力，所以可以在树枝上荡来荡去。好，过来大大爪来听看麦。听 CD， 看因用着叨一种器官，甲正确的答案打起去，则阁家己对头到尾讲看卖。好，我爱讲看卖哦。好，来听 CD。好，这个是啥？这个是耳呀，对不？耳朵耳呀，耳呀会使听音乐，或是听任何声音，哈，听声音。啊，这是目睭。目睭会使看物件，对无？吼，这是脚，脚会使行，会使走，会使跳，吼。后来这是啥？鼻仔，吼，鼻仔甲耳仔，有人会分袂清楚。耳仔是鼻物件、鼻味啊，足芳的味，也是足臭的，味拢是用鼻仔喷出来，吼。啊，若嘴、嘴甲嘴舌，就是食物件，吼，食物件嘛会使食出伊的味，吼。哦，啊，用手都是用摸的，手都是摸的。咱第几课？第四课有教着，对吧？好，啊，恁的大纸准备也好哦。好，互恁，一分钟的时间，把大纸准备也好。好啊，准备了好了吗？好，啊，不好，快来哦。好，我要来。好，我要来放了哦，开始咯。阿芬和阿母走过公园，阿芬看到一朵花真水，伊挖去片看花有香无，不过伊听到阿母讲。这种花袂香啦。好 ，OK， 再一次哦，搁一摆哦。阿芬和阿母走过公园，阿芬看到一朵花真水，伊挖去片看花有香无，不过伊听到阿母讲。这种花袂香啦。这个大地，伊是做按照迄顺序嘛，吼、哦，安尼讲落来，吼、哦，第一个，这个是像阿芬嘛，吼、哦，阿芬甲阿母行过公园，行过公园就是走过公园嘛，经过公园，行都是用脚行。过来嘞，第二个，阿芬看到一蕊。花真水，吼，看到一朵花真水，看就是用目睭看。接落来咧，伊就我去用鼻仔鼻看，这花有香无？吼，鼻看麦，所以是用倒一个，吼，鼻仔鼻看麦。了后咧，因阿母讲啊，这种花袂香啦，所以咧，伊是听到阿母安尼讲，所以伊是用。耳仔来听，吼、哦，恁刚有写着嘞，吼、哦，若写着，家己用红笔，吼、哦，用红笔拍一个勾啊，吼、哦，遮嘛是哦，吼、哦，安尼恁家己念看麦，吼、
阿芬甲阿母行过公园，阿芬看到一蕊花真水，伊我去片看花有香无？毋过伊听到阿母讲，即种花袂香啦。哦，啥物先讲？伊听先讲来。阿芬甲阿母行过公园，换你。阿芬看到一蕊花真水，换你。伊我去片看花有香无？换你。毋过伊听到阿母讲，即种花袂香啦，换你。好，过来换遐成语来。阿芬甲阿母行过公园来。阿芬看到一蕊花真水来。伊我去片看花有香无？毋过伊听到阿母讲，即种花袂香啦。好，好，我来，咱来行加一百空四页，好，一零四页，一百空四，哦，哦，再看到这侪嘛哈，有啥物？哦，这好像叫长安鹿，哈，长安棍的鹿，啊，这是枪，大枪嘛，枪啊，好。安尼，咱来看，咱来听一解，好不好？当暗落甲唱，当暗落，听看麦，讲看麦，因去动物园看到什么动物？好，来吧，因去动物园看到当暗落，红棍的暗嘛，吼，当暗落，搁唱嘛，大唱唱，好，咱来听看麦。今日老师带阮去动物园，阮伫非洲动物区的时，老师，当暗落的暗棍哪会遐尼长？安尼，伊唔只食会到树仔顶的叶啊？哦，老师，树有够大只。是啊，来，咱来斟酌听人小解。食的是非洲象。恁看，因有一对亲像开翅的耳啊，一粒一粒，都是咧调整身躯的温度，就像狗仔的喙齿同款，会当把伊身躯的烧气排出去。恁看，伊阁有一支长长的鼻啊，用来卷物件食，上解方便。伊这支鼻啊真好用哦，恁敢知影？伊还有啥物路用？我知道。还可以当抓水洗身躯，对，你真厚。唔那呢，还阁有哦，敢要有人知？我知，嘛有人训练因用鼻仔跟叉裤当做工课。无唔对，真好。吼、哦，安尼手的鼻仔，唔着袂输咱人的手咧。嘿啊，咱甲因拍破啊，鼓励一下。再听一次哦。今日老师带阮去动物园，阮伫非洲动物区的时，老师，当暗落的暗棍哪会遐尼长？安尼，伊唔只食会到树仔顶的叶啊？哦，老师，树有够大只。是啊，来，咱来斟酌听人小解。食的是非洲象，恁看，因有一对亲像开翅的耳啊，一粒一粒，都是咧调整身躯的温度，就像狗仔的喙齿同款，会当把伊身躯的烧气排出去。恁看，伊阁有一支长长的鼻啊，用来卷物件食，上解方便。伊这支鼻啊真好用哦，恁敢知影？伊还有啥物路用？我知，还可以当抓水洗身躯。对，你真厚。唔那呢，还阁有哦，敢要有人知？我知，嘛有人训练因用鼻仔跟叉裤当做工课。无唔对，真好。吼、哦，安尼手的鼻仔，唔着袂输咱人的手咧。嘿啊，
咱甲因拍扑啊鼓励一下。当暗落，有人讲啊，因较早毋是当暗落，是短暗落哦，吼、嗯。他们以前的脖子很短，因为咧涂骹的树啊、草啊拢食了啊，剩迄树啊顶的迄叶啊，会使食尔。啊，毋过呢，因的迄颔棍啊伤短啊，所以食袂着，啊，就慢慢一代一代演化。演化到后来，因就变长安咯，吼、哦，因的红棍就愈来愈长，啊，就变成即马安尼。啊，这是人讲的进化论，啊，嘛会使去查看嘛是真的，还是人故意安尼来骗囡仔，对无？哈、啊，好，再来墙啊，墙啊的皮啊有足侪作用的，甲人的啥物所在真共。头拄仔迄个，查甫囡仔，哈、啊，查甫囡仔伊讲。片的墙，墙啊的片，吼，墙的片，甲人的倒一个所在就是呢，手嘛，对不？嗯，咱甲人的手同款，会使提物件，啊，会使做啥？吼，扛物件，咱嘛是搬物件嘛，咱毋是扛，咱是搬，啊，拢是用手。啊，伊的耳啊，吼，耳朵足大片，吼，啊，敢若。迄开声啊，吼、哦、扇子同款，啊，热风咧就会使降温。啊，狗嘛是咱顶个有讲过嘛，吼、哦，是恁啊，是六年级，我袂记啊。狗啊，伊爱用迄喙舌来散热，吼、哦，它一直吐气就是来散热。哦，啊，像啊，除了会使扛物件来食，佫会使漱水来洗身躯，佫会使扛插头嘛，对无？啊。我之前老师有去泰国耍哦，啊，咱我有看到迄墙外的表演，墙外除了会使安尼了外，以外咧，伊的迄鼻啊，他的鼻子，佮有另外一个足厉害的代志会晓做，就是伊会使，压迄鼻，啊，佮摕迄鼻去迄混颜料。啊，温颜料了后咧，伫个沙顶管画图，画图画图，哈、嗯，啊画图画画，迄领衫都摕来拍卖，吼、哦，去看表演的人拢会使去买，吼、哦，足厉害哈，吼、哦，若有兴趣的人，恁会使上迄 YouTube 去看迄墙啊画图的迄影片，吼、哦，所以迄墙啊足厉害的，啊，有人讲。因为墙啊，咱伫个训练动物的时阵，有时候会给它一些甜头，啊，有当时啊是用惩罚，安尼，迄动物才会听话嘛，对不对？有时候是惩罚，有时候是奖励，这样那些动物才会听话。啊，有人就讲，迄墙啊足可怜的，咱老该莫去坐墙啊，因为现在泰国会观光嘛，他们会，你可以坐大象啊，体验啊。啊，有些人就觉得嘿，墙啊足可怜的，咱都爱抵制，莫去坐墙啊。啊，不过有的人佫讲，你若把墙啊放在嘿森林内底，伊爱家己去找食物来食，吼、哦，找水果来食嘛足可怜的。有当时啊找无，伊就会发抖腰啊，啊变足瘦的啊，无体力啦、啊。吼、哦，好，刚刚那一段是说，有人觉得。如果我们骑大象啊，叫大象表演啊，大象很可怜，所以他要主张，他要抵制我们不要去做大象，不要去看大象表演等等的，这样子会害了大象被那些驯兽师打啊或欺负啊。但是有另外一派人就主张说，如果呢把大象放回森林的话，现在森林的食物也不是那么好找。如果把他们放回去的话，他们可能要自己觅食，也很困难。所以呢，他有可能就会因此而变很瘦啊，没有体力，饿死之类的。所以这些冷派人的讲法，啊，恁感觉家己想看嘛？恁感觉迄墙啊安尼来表演是可能吗？还是爱家放个迄大自然，让伊家己去生存？安尼好吗？倒一种较好咧，恁家己想看卖。好，安尼今仔咱就上到遮，吼、哦，
嘛，予恁个目睭休困，因为咧，恁一天爱看较济、较长时间个电脑、平板，所以呢，恁个目睭嘛会袂堪个。所以我个遐台语课，我拢袂上足久个，拢上差不多20分左右吼。剩个时间就予恁家己休困一下。啊，若休困个时阵，目睭去动动个吼，上下左右转动，看远看近。就像咱迄望远凝视同款，吼，去甲迄目睭运动一下。啊，莫讲哦，休困啊，我来耍手机啊，安尼搁较惨，对无？吼，所以咧，家己爱较注意个，吼，莫为着上课啊，甲迄目睭拢用歹去。好，今仔个课就上到遮，大家再会。